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丹飞来了，我是丹飞，欢迎来到《仙境传说》，守护永恒的爱。好快哦，已经到六月了耶，所以我们六月马上来开抽我们的六月头饰。这次改版呢，更新了蛮多地方，跟这次抽头饰扭蛋有相关的部分，就是在热点的这边多了幻想报刊，跟很多的你们看，像呼朋唤友啊、头饰扭蛋、卡片、最新衣装，还有时光许愿机。日历这些，没错，以后不管在任何的地点，只要你想开抽，马上可以进到抽选的界面，让大家就是抽的乐此不疲，让大家氪金氪到昏天暗地，非常方便啊，让你马上就可以把钱变成你喜欢的形状，是不是？太恐怖了。好，那没关系，我们一样看一下这一期的主题是仲夏甜心，我们到这个立即前往这边。马上到了我们的抽扭蛋的新界面，我们一样从左边的头饰一个个来介绍。几率最低的呢是这个海底物语，它是魔法穿刺加 4%， 精炼加1到加6，每精炼加1，魔法穿刺加 1%， 最多可以提升到 6%， 纯入就是双攻加 1%。 那它的外形，好，对了，关于它的装备部分，在右边的话这边多了一个换装按钮，我们点选以后，然后点击试穿，就是我们点击第一个海底物语，然后隐藏自身装扮，好，就出现了。但是这个有点朦胧啊，模模糊糊的，希望可以做的比较清晰一点，解析度高一点。好，那就是试穿的画面，它是脸部的头饰。好，那我们下一个冰瓜兔兔，哦，在头顶的，它是全能力加1，对火属性魔物伤害加 5%， 每强化加1，对火属性魔物伤害加 0.1%， 所以目前等级是170嘛，所以最高强化可以强化到170，像对火属性魔物伤害的话就是可以加 17%， 再加上原本的加 5%， 就是可以加 23% 对火属性魔物伤害。如果可以把对方的属性改成火属性，这个头饰就大大的有用。存入奖励是生命上限加120。好，下一个夏浪兔兔，好，移动速度加 5%， 生命上限加 5%， 然后生命值低于 70% 呢，受治疗加成加 15%， 存入奖励是双攻加6。只是趴板而已，还没站起来哦，还是初学者哦。不过好的地方是好像还蛮大的，这还蛮明显的。好，下一个西瓜冰棒，生命上限加500，灼烧抵抗加 5%， 存入奖励就是生命上限加60，魔法防御加4。好，这个就是单纯来让大家存入的外观。好，下一个是热带部落全刃，哦哦，这个也很大哎，欸，如果刺客拿来装备全刃外观的话，这会不会比人物还大，啊，左右手那个比人还大，感觉都可以当盾牌了。好，能力是全能力加1，技能伤害减免加 2%， 存入奖励是双攻加4。哦，不错，果然现在每一期应该都会出现一个是武器外观的头饰，不知道弓箭手什么时候才会出啊，好期待啊，希望帅一点大把一点好不好，就好像这全刃一样更大把，要翻整个人这样子帅。好，下一个热带部落角冠，灵巧加2，物攻加50，那存入奖励是生命加60，物理防御加4。好，以上就是这一期的六月头饰。那这六个头饰呢，感觉起来是针对魔法职业所开发出来的能力。所以呢，我们一样这一期每个角色三抽，那五个角色现在开抽咯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的新扭蛋抽选的界面长怎么样，好不好？好，准备第一抽。哦哦。哦，纯露加双攻的，不错，热带部落全刃，放入包包。第二抽，好，哦，西瓜冰棒。第三抽，哇，又重复啊！不要重复，放入包包。那我们换取在哪？哦，换取在下面。好，确认。好，然后这个界面它左右也可以切换，可以直接在这边切换时光许愿机，或是验时装，或者是卡片。目前也可以用猫币直接抽选卡片，真的是哦哦，真的是很会，好不好？很会。好，西瓜冰棒，生命上限加60，魔法防御加4。好，全刃，哇，好大，真的很大。全刃力加1，技能伤害减免加 2%， 存入是双攻加4，存入。好，接下来第二个角色，大家等我一下。现在换的这职业是法系职业，所以这一期的头饰对他帮助比较大。好，接下来第四抽，第一个是冰瓜兔兔，宝宝宝宝。第五抽，哦，
真的是好的吗？热带部落角冠，哦，最烂的。再来一个，到底可不可以抽到海底物语呢？第六抽，来吧。好，选任。哎、欸，很幸运哎、欸，他没有抽到重复的，而且抽到第二难抽的冰瓜兔兔。存入奖励是生命上限加120，存入。再來是热带部落角冠，存入奖励是生命上限加60，物理防御加4。好、哦、像穿上去很像部落公主啊。好，再来就是超大的权刃，存入双冬加4啊，很棒啊，存入，很好很好，只要不重复，我们就觉得赚到。接下来第三的角色，大家等一下。好，接下来是我单飞的主要角色了，到底这一次单飞可不可以又变强呢？希望可以让我抽到存入加双冬的，因为上次在6月1号到期的转职券选来选去还是选了骑士，因为我觉得骑龙很帅，然后也是普攻的职业，所以我就选了骑士。我们这一次就转成小嫩骑士来抽，看他会不会运气比较塞，看他是不是真的 RO 干儿子。好，我们来开抽。好，一样三抽哦，第七抽会丢什么呢？好，最烂的部落角冠，没关系，不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大半。第八抽，哦，西瓜西瓜西瓜，放入包包，再来哦，开始往上哦，是不是？准备，第九抽，最后一抽，到底会不会给我存入加双攻的呢？到底单飞这一期会不会变强呢？会不会抽到海底物语呢？一二三 ，Go， 给我吧！烂死了！什么 RO 干儿子啊？以后绝对不要转成骑士来抽了啦，气死我了！最讨厌重复了啦。哦哟，生命上限加60，物理防御加4啦，这什么鬼啦？哦哟，我要变强哎、欸！哦哟，生命上限加60，魔法防御加4，哦哟，吃什么西瓜啦？完蛋了啦！后面两只角色一定会给我抽到大奖。好，大家等我一下啊，我看下一只来抽。好，第四个角色，第十抽，哦，最烂的，第十一抽，哦，冰瓜兔兔，第二好的，第十二抽，哦，又重复，但是还是比我主要角色好哎。生命上限加60，物理防御加4，存入。冰瓜兔兔，生命上限加120。好，最后一个角色，不要每个抽的比我好、哦。好，最后一个角色，第五个角色，准备喽，第13抽。好，部落角冠，第14抽。哎呦！可以哦，单飞这个角色有刺客职业，所以等一下可以装备到部落全刃的外观给大家看，看是非常大。好，最后一抽了，到底会不会海底捞月抽到海底物语呢？到底海底物语出不出来呢？第15抽咯，15抽抽不抽到一个？一二三，好，很好，抽不到。好，新的抽扭蛋界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。然后呢，下一期我想要抽这个时光许愿机啊，因为我觉得里面有一个头饰，背部的这个苍星飞羽，单飞那个角色没有抽到，里面有一个功能，击杀目标时立即恢复自身 2% HP 跟 SP， 而且自身移动速度会提升 30%， 持续3秒，这对单飞挂机来讲，抽到这个说不定可以更快，而且它可以存入双冬加一嘛，所以有没有用得上都是好的，都是有帮助的，希望可以抽到这个给大家看。好，先把这个存入，生命上限加60，物理防御加4，然后这个全刃的部分，我们先存入双冬加4，然后现在切换到刺客的职业，然后再装备上去外观给大家看。好，哎呀，小好多哦，背部很大哎、欸，背部这么大，然后到手上就小一号，小几乎一半啊。好，非常的可爱啊，我们还是换回来，还是这个比较帅。
好，以上就是这一期单飞抽选六月扭蛋仲夏甜心的实况分享给大家。这15抽呢，没有抽到海底物语啊，捞不到月啊，希望大家运气好都可以抽到，可以继续变强。下期我们来抽单飞，还有很多想拍的，像抽王卡，单飞也可以抽王卡了，还有就是刚刚的时光许愿机也想抽，还有很多卡片卡册也累积一堆想要开，之后单飞会抓紧时间陆陆续续拍摄起来分享给大家。大家有没有觉得单飞这一期的影片声音变得比较不一样了，更特别了，好像变得比较好听，有没有？是不是因为单飞在上礼拜的时候快筛阳性，所以经历过了非常痛苦，喉咙痛到吞咽都有点困难的时期，目前是喉咙已经完全不痛了，马上就赶着来拍摄影片，所以大家如果觉得声音有点奇怪，请大家见谅。大家在这时期一定要多小心，出去一定要戴口罩，回来一定要洗手喷酒精消毒，然后吃东西还有跟别人接触一定要保持距离。单飞在快筛完的第一天还想说，哇，两条线欸，那喉咙有点痛而已啊，这样子还好吧，没有像大家讲的多恐怖啊。而且单飞想说自己疫苗都已经打第三剂了，所以应该会非常轻微，甚至可能只是稍微喉咙有点烧痒烧痛就这样子过了。结果第二天起来爆痛，连吞口水都是痛到一个是真的是想死啊。真的要打疫苗，还好是轻症，如果没有打疫苗，我真的不敢想象中症跟重症的情况是多么严重多么痛苦，现在想到都觉得后怕。所以大家一定要劝自己身边的人，如果有家人或是朋友还没有打疫苗，请一定要去打，赶快去把它接种起来，三针都打起来。就算染疫也只是轻症的状态，请大家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，保护好自己，保护好家人。好，现在单飞康复的状态录制影片给大家。所以呢，如果大家觉得影片对你有帮助，有娱乐到你，请帮单飞点赞订阅分享出去，好不好？最起码那个点赞应该帮我赞下去。那如果你不小心按到订阅了，那记得旁边小铃铛也再不小心的开启一下，这样就可以收到单飞影片上传的最新通知。好，接下来就是单飞剪影片的时期了，我们下期见，大家要保重好身体哦，大家拜拜。